我们种植蔬菜，西瓜、甜瓜。我们那个粘盆防止根腐病、经济腐病的杀菌剂的配方呢啊，我这边喜欢是洛菌情、双霉威加那个大蒜油啊。为什么呢哈、啊？因为呢哈、啊，我们粘盆的时候啊，需要有渗透性的杀菌剂啊，这个时候它没有吸收能力。然后呢，为了提高的吸收能力呢哈、啊，我们呢哈、啊、就是用必须加倍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必须选安全的杀菌剂。再一个呢哈、啊，我用便宜的杀菌剂啊就可以了。很多人呀、啊、喜欢用。杀高等真菌的哈、啊，他喜欢用啥呢？用了就是恶霉灵啊，或灭菌酯，这个也很好啊，但是呢太贵。然后呢，低等真菌的哈、啊，防经济腐病的哈、啊，用的是甲双磷啊，但是甲双磷呢一个毛病啊，你加倍之后呢，容易发生那个黄头啊，心衰发黄啊。然后呢，杀细菌呢，我是用大蒜油啊，他们很多人呢，他喜欢用铜制剂，铜制剂内性杀菌剂，渗透性很差。